主料，菜花适量，辅料姜适量，葱适量，用餐人数一到两人，菜花掰小块，姜葱切丝备用。锅内烧热油，下入葱姜爆锅，加几滴酱油爆香后，下入菜花翻炒均匀，加盐、味精、白糖、料酒、十三香粉，鸡粉多一点比较好吃。小火煮出汤后，焖一会，很入味。最后一定要打芡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